嗨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又到了这个开箱时间了。这一次又买了一批这个配件，还有钓竿，先来开箱一下吧。这一家店家之前没有买过，所以也不知道状况，所以就先买了一些配件，因为他刚好全部都卖配件。好，这一次的配件。这是我的木印啊，这是木印，都好像买太多了，这个包装好像不太好。木印有大有小，这一次的配件，木印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朝天钩。这个我要搭配七星标的，哦，这是朝天钩，这个也是朝天钩，这个也是，来看看，然后这是快速别针，哇，一次买这么多，很便宜哦。这个是八字环桥的，这个是橡胶 O 型环哦，铅片，这个是铅座，好，铅座，然后这是浮标座，这是浮标座。基本上这边都是配件，好了，这个大概够用很久了。这是钓竿，好，它有送配件，先来看看它送的配件吧。大部分几年来，他们送的配件有的都送的还不错。钓线0.6号的也不错，还有送一个比较大的鱼钩，金色金鱼钩，太空豆。这是八字环，哦，哎，还有一个这个解鱼的脱钩器，这个铅座一样，这个是八字环，铅片，啊，这是他送的部分，好，那再来看这个钓竿呢。4.5公尺是15尺的哦，线组，那就帮你绑好了，然后再钓竿啦、啊。那这边写精工钓竿，不是自打的模糊。这一把应该也是哦，这个也是他的钓竿，这一把应该是15尺。他送我两只浮标了，两只浮标，这也是他送的。然后他还送我两个杆尾结，第二节跟第一节的各两只哦，各两只。先看这一只，有在这里啊，这个杆带，而且杆带有弹性。好，这一只是15尺的15尺杆。十五尺竿，做工看起来不错。这边有一个扣环，就是避免竿在架竿的时候容易掉落、迟掉的。把是也算是迟掉专用的，算是硬竿哦，硬竿。不错哦。27钓这一把，有机会测试一下吧。哦，这一把杆，这边一样。好，再来是这一把，哇，这一把，真的哦，37钓的杆子，哦，剩下它有几尺嘞？8米，有8米的长度，所以你知道我要钓什么吗？再猜吧，以后它出现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哦，竿身也还蛮挺的哦，不错，做工还蛮精细的。好，这一把有机会你再来测试吧。
大致上这一批购入就是这样子，就是配件搭配两只手杆，哦，那期待咧，我们下回再来钓钓看吧。